哪来的这钱？我刚看你潜水员又问我哪来的。老美女。哎，老板，给我看一下。这个、看一下，我来考考你的眼力。啊，这么大，那不得有严苛拉这一个？对呀、啊。我们是先鉴定还是直接不想要？我现在就是想让你看一下。我、看一下是吧？哦，这个是你自己的。你这问题怎么这么奇怪？难道我就不能是这个两克拉的拥有两克拉钻戒的人吗？你怎么跟你是老板吗？是是，没错。你怎么跟上一个店员一样，看不起谁呢？没有没有，没别的意思哦。我们就这种钻戒，我有的是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我们主要是这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有问一下来历的，没别的意思了，不要不要上班，好不好？你没必要问我这么多，这东西我家里随便都是。怀疑你是老板吗？我就是。你是老板，你看不出来我自身带的气质吗？啊，就我这气质一方面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哦，我是随口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，这个气质。对对对，这个东西。你问题怎么这么多？没有，我们这个东西。为什么要跟一个服务员一样？我们这个随口一问，没别的意思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东西我先帮你看一看。你老板，你确定你是老板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就我这气质一定要看明白了啊。你这气质，对对对，东西就是你的。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先帮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啊，行，看看。那我都给你看一下吧。你这个。可以啊，颜色进度都没问题，这个就是真的。行，算你有点眼光。这个东西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错不了。你这还行，比上一个店员强。上一个店员是看不起我，人家说了，这问东问西的，问我这个是哪来的。难道我就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一个戒指吗？不就两克拉吗？看不起谁呢？可能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的来历。这才像个老板，你给我看了多少？这个的话，这个颜色进度，给你算一个82000的价格吧。哎，给我80000就行了。啊？那也不差钱儿，就是看你看的比较舒服。这个，好，好，那这一个我们就这边办一下手续吧。别急，别急，我还有。哦，还有啊？那你不要小看别人。哦。真是，这么多、啊，都是我的，姐就是有这么多。哦，那这个哪来的这些？我刚看你潜水员，又问我哪来的。